马上我们要欢迎这位颁奖人，在韩国所制作的节目呢，可以说是相当优秀，收视率曾经高达50%。而且你知道吗？他曾经因为做节目推广台湾观光，在台湾得到台湾观光贡献奖。让我们欢迎罗英奇罗 PD。欢迎。大家好，我是罗 PD， 陈韩格、郑洪德、综艺制作人，全韩国最红的综艺制作人。哎，你很幽默呢。但是呢，罗 PD 讲的真的没有错哦，因为他在地位等同金钟奖的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中，成为第一位以非艺人身份拿下大赏的人。厉害！而且他的节目呢，在韩国甚至亚洲各地都非常受到欢迎。今天我们两个要把握机会来请益一下。是，请问一下罗 PD， 我的节目呢，口碑还可以，偶尔会得奖，就是没有收视率。想问您一下，有什么有什么方式？好好玩，该不会还要玩很大吧？你是宪哥派来的吧？没关系，我不问了，你问。换我问。罗 PD， 我本身是主持人，我也是歌手，身兼数职，我常常觉得压力很大。你也是，请问你怎么纾压呢？好好吃。好好吃。我已经脸吃成月饼了，还要吃啊？啊，讲到月饼，要不要应景的给大家祝福一下呢？中秋节快乐！哇，厉害！而且他当然讲好好玩、好好吃嘛。我刚刚讲过，他是观光大使。对耶！来，真的要说几句正经的，有没有什么更精准的 tips， 让我们所有综艺节目的团队们能够做出更棒的节目？SHE， 罗PD 有发了我们呢。这个要解释一下，什么意思？问清楚。S 是Smile， 希望观众看了都会心一笑。好，那 H 呢？Healing， 希望大家看了都很疗愈，都受到感动。E 呢？And enjoy， 大家都能够宾主尽欢，乐在其中，所以合起来就是 SHE。 我们 SHE 真的很重要啦。这你真的想太多了。好，那最后还是要问一下，现在啊，我们这个比较不景气，跟罗 PD 报告，我们在台湾常自嘲说，上辈子做坏事，这辈子做电视。请问一下，您到底怎么维持这种热忱，一直在这种岗位上奋战不懈？방송은굉장히힘든일이에요근데아무리힘들어도시청자여러분들이재밌게봐줬다는한마디가우리에게는아주큰힘이됩니다做节目呢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呢当观众朋友们说这节目好好看的时候我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우리방송제작자들은우리자신을위해서방송을만들지않고시청자분들을위해서방송을만듭니다我们做节目的制作人呢，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做节目，而是为了观众朋友们而制作节目。좋은방송이있으면잘봤다고칭찬해주세요그러면저희도힘을내서열심히만들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当观众朋友们看到好看的节目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多给予称赞。这样的话呢，我们制作人的工作人员们呢，会提起更大的努力，然后好好的再继续制作节目下去。